赚300，姊妹买文具手账大 PK， 不超支买的多的赢，输的买单。吧唧姑姑套装一样一个，喜欢点小心心。玉桂狗姑卡砖来一个，你们也用错题本整理错题吗？也写读书笔记，这是什么？祝你们过年也有惊喜。这又是什么？1147手链刺客，拜拜啦。蓝色的绿色的选哪个？就它啦，紫的绿的粉的黄的。喜欢皮卡丘扣一，这两个颜色。妈妈你选哪个？这个我还是更喜欢黄色。你们喜欢坐火漆吗？颜色搭配好治愈。就它啦，这次会赢吗？到我啦。你们喜欢小盒子吗？这三个都太萌了，先买完其他的再来买哪个呢？一会儿再见，鬼面联名来一趟。你们也喜欢收集本子吗？喜欢扣二，看看都收集齐了吗？少了那个谁，找找看，就是他。喜欢周回扣三，要45。再见。喜欢柯南扣四，做书签太炫了。初中生手账胶带永远少两卷系列，幻想唯美风。买哪个小盒子呢？就他啦，买单啦。猜猜这次姐妹花了多少呢？妹妹花的，姐姐花的，这次谁卖单？这些好吃的巧克力蛋糕都是给你们的。这次猜啥？你们来 PK 猜动漫角色吧，抢答对了这些随便吃。开始吧。 Round 路飞、柯南、班里队。你们吃过比比多味豆吗？喜欢哪种口味？你吃哪个？吃兔子。你敢吃吗？用这个抽。抽到哪个吃哪个。再抽一个。我像书里说的那样吗？没想到白糯米。给姐姐尝尝，不对劲，又辣又凉。被我保护肉了。Round two。公主殿下。啥也没有，芥末口味。像芥末花生那样好吃吗？搞错了，难吃，还有胆大想事的。到底信谁？ Round three。 大哥，驯兽狼。想吃吗？也是个口味，你吃两个。姐姐太懂我了，那就都吃了吧。妈妈来一口，比比比都强太多了。 Round four。我知道是小五。你吃平安果了吗？香得嘞，快和闺蜜一起吃平安果吧。预算500，买手账贴纸，超支了我买，没超妈妈买。杂物店我又来啦，各种颜色主题贴纸一样来一点，正好寒假姑卡用。你们喜欢的什么球手账本一样一本再来一点，喜欢的扣一。清单本来一个，肉绸胶带，美食主题，变装主题，游乐主题，看看要多少？要69。胶带刺客，看看其他胶带。一年你们最喜欢哪个季节？你们喜欢逛街吗？算算买哪个划算？姐姐喜欢的动漫叫什么？要39。文具刺客，肉球笔记本都是美食主题。喜欢收集本子举手，这是收纳盒。要20。拜拜啦。这是牛奶吗？草莓、香蕉、巧克力，你们喜欢哪个口味？选哪种饮料呢？我喜欢柠檬。又买多了吗？猜猜这次花了多少？一共是。这次谁买单？又是和妈妈开心的一天。